医生，今天是来做体检的。名字 Michael。卖什么狗？我这里没有卖狗，我这里只有卖药，没有卖狗。我是讲我的名字叫 Michael，understand？ 哦，你的名字叫 Michael 哈。来 ，Michael 什么 ？Michael 公。你让我不要问 Michael 公的话，这样我怎样帮你写 report？ 我是讲我的名字叫 Michael 公。哦，你的名字？我的姓。哎呦我的妈！性别？哦，你是不会看哦。哦，原来是有鸡鸡的，是有骨骨笨的。OK OK， 你装多少？80kg 左右。能讲详细一点吗？没有大便前80kg， 大便后75。哇，你那个是什么晒啊？你要晒有5kg 这样做嘛？你问这样多干嘛？快点啦！啊，去验一下你的晒。来，医生，你要的报告。来，坐下来，我看一下。OK，sorry， 对不起。根据你这里的报告啊，这里说明你有睾丸结石，必须马上切除啊。睾丸？什么睾丸？睾丸就是壶，你知道吗？壶。哦，医生，这样你可以尽快帮我切除掉嘛？哈，来，可以，马上站我后面。哦 ，OK OK。会有一点痛啊，忍一下啊。A few minutes later。啊，来，聊聊。哦。啊。哇。谢谢医生，谢谢你这样有效率的帮我安排一切，谢谢。不会，这几天啊要注意一点啊，小便可能会有一点痛啊。那医生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没有啦，记得多喝开水啦。这样我可以回了哈。嗯，可以了，回了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先服务一下药费。啊 ，OK， 啊，拜拜拜拜。哎呦。喂，你在这里什么？还穿我的衣服啊？脱下来换我。啊，你叫我不要讲，这样我怎样写 report？ 你是要来做体检的嘛？我跟你麦克讲我来接了，麦克讲，啊，来，不要开机啊！医生，我今天是来做体检的。把你干什么？我微信微信去了。哦，小鸡鸡的，小鸡鸡没一个弯。